OB 一哥不再是前锋了，这角色 S 牌女巫都吊起来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泰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这把击球手。哇，什么击球手？对 ，OB 一哥竟然是击球手，没错。这一把的话是个 S 牌女巫。那么看好这把的话，操作将会非常非常秀。那么我们怎么 OB 的？哎，女巫你错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以为 OB 不了，错了，击球手超级牛。不着急，看好这边看情况啊，看情况比较准。你做好准备。哎，就让他做好准备，因为狗在咬他，肯定是不会咬我，咬我的没关系，我脚就巨臭，你知道。我建议是直接下掉，跟你。咬到我们脚巨臭吗？那狗子会晕掉。好，这边的话不着急，去帮他下板子，下完之后狗子放过来，哎，很难受啊，因为狗子得绕大圈，对，没错。然后看情况，感觉他信徒过来之后就帮他打啊。这边狗子先不着急，先看他被咬，哎，对，闻一下你的脚，有点香香的，邮差确实香香的脚啊。那么这边看情况，看好了，一定要看信徒啊，一定要学会声东击西。哎，看情况，他不需要的话咱们就不需要打，他需要的话咱们就打，看到没有？什么需要的？哎，需要的话，好，等。你的狗呢？不，你的信徒来了。哎，信徒来了，好看好这边看情况。哎，出击被猪，哎，有个被狗狗被咬，好，没关系，爆发一下。哦，这边还有狗狗，看我伸东西，唰唰唰，他飞轮了。哦，他这边躲掉我，他这个细节是非常不错。就拆六鬼这把六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这边话这样的话成功 OB 了，没关系，还有下一波，看好这波 OB 怎么 OB。好，我们等他快死的时候，不着急，看他死不死，他还不死，没关系，等他快死的时候死不死。哎，看情况，哎呦不死，好一个端脚，好呼呼呼。大哥，哎，操，挡住了。贴在脸上挡住的，赶紧走。那你多少了？操，刀这么短，野人还有信徒，84，直接走，够了。那救下来时间点啊，强开。